我听着像水饺哦。好，你小心点啊！你被打下来了。真的吗？在下水饺，见鬼了！不能那么聪明，我下面开火焰弹了。好啊。好，我不想被打下去。我的天啊！上得来吗？就直接跳下去。你还好吗？不好。你回来了吗？你现在安全吗？正在努力补血。好。你火焰弹蛮好用的。死了。啊？你死了？我用火焰弹弄死他们。哦，吓死我！我还以为你死掉了。好，后面还有一只，好痛痛的。子弹没了，你在哪里啊？啊，我死了！我的天，我竟然死了！你在哪？哪边死了？我不，绝对不能摔下去，不然会死掉。我，你死在哪里啊？我捡不到你的包啊！一堆火焰弹的地方。你往边跑啊！我现在在 F5 啊。我是说你往哪边跑的啦？我要找你的包啊！一直往后退。一直往后退是往哪边啊？有火，有火，底下有火的地方。那我哪里都没看到火啊！没有火了，那会不会我死掉就直接没火？你是往卡车的哪边走？好。你连卡车的哪边走都不知道吗？我先回第三安全区喽。那我不捡你的包了哦。好啊，不捡啊。因为我不知道你在哪边啊，你来帮帮忙。哎，对，你可以 TP 我过来啊。你 TP 我过来，那第三安全是在 TP 你啊。好啊。你先在上面守。嗯，你再，然后你再自己捡点包。哎呦哎呦，我卡住了。嗯，我在第三安全区了。帮我买一些 SMG 的弹药。TP 你要怎么 TP？ TPA， 然后我打我的名字就好了。TPA， 然后打你的名字。对啊。这样吗？哦，有看到了。TPA， TPE， PP， 你装备穿好了吗？嗯？你都穿好了吗？怎么穿好了？装备啊，还没啊！我现在在安全区，干嘛穿装备？我把你 TP 过来捡你自己的包啊！啊？你不过来捡你自己的包了？不捡啊，干嘛要捡？是哦，好吧。你身上一堆东西就不捡了？不捡啊，干嘛？好吧，随便。那你就不捡喽。我就觉得可惜啊。你回到第三安全区了没？我怎么回得去啊？我不是 TP 你吗？那是你 TP 我过，你是那是你过来我这边。哦，这样。所以不捡点包，我就回去吗？不知道怎么弄。所以不想捡点包，那我收一收再回去吧，把路障收一收。为什么 TP 你啊？救命！啊？救命！我要过去吗？你刚刚不就 TP 我吗？然后我按了 TPA 了啊，然后你没有，你就乱动，然后就没过来了，不是吗？哦，那再一次。要过来吗？你到底要不要过来啦？问题是这个啊。好啊。是你要过来吗？
好，那你再打一次指令。等一下，我先买一些。我天啊，下水饺！下水饺。登出大法哦，对哦，可以登出哦。诶，一登入他们人就消失了，真的哦？那你 TP 我回去看看。好哦，可是我要找到安全的地方。啥？你要打指令啊？你没打指令过不来啊？你要打 TP 我的指令啊 ？TPA。打一次呗。嗯，有了吗？没有。就叫我等一分钟。是哦。啊，我也没弹药了呀。弹尽粮绝。我的包包大概也消失了吧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我。选到的章送他好了，不然你回来吧。送谁啊？可能要买一整组弹药才能出发了。啊？要买一整组弹药才能出门。嗯。然后要拿两把，拿两把 P90，一把打完换另外一把。有人在讲说，叫人家不要打那个了，打那个卧斧狼。狼啊，那些就是，那些不是土匪，那些名称是狼，头上有个 W 的记号。不是土匪啊。嗯，土匪是 bandit 的，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战斗民族吗？嘿嘿嘿。